会紧张吗？我好紧张啊！那你想是有人笑出来，笑出来，哎，真的。没掉不下来，快点呀！还有啦，哪里有？还有东西，掉不下来就惨了。还有还有，还有啦，很准的。快走，掉不下来。刚刚我加一个人，他就退出了。没有，那边是走的这样，谁走啊？那个是坐的下午的。好，弟弟，拜拜。拜拜，好，弟弟，拜拜，谢啦。先吃完再聊。我现在这个老婆呢，真的是我一个最满意的对象，对，所以我才会有今天想说要跟她再来结婚的。好，那我想一个家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、默默支撑的一个女人。那我想我未来的一个家默默支撑的就是我的老婆凯蒂。那我在这边想要邀请我们陈家。也是默默在支撑我们陈家的一个女人，也就是我最敬爱的奶奶许淑珍女士，
我们欢迎他上台，大家掌声鼓励。从家里的地位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从牵手的部分看得出这个家是谁在做主。